减四，减五，大概都。OK。好的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讲的四堂话只是 contest， 那本图片都是 Google 到的，没有办法放给大家看，不然我会被告这样子。好，首先就是跟 EFTW 的主题一样，实际上发生是左边的事情，但是政府希望你看到的是右边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一个这种东西。但是经过了很久的努力之后，我们觉得啊，前途茫茫，怎么办？对，啊，这刚好就是 我自己工作的公司就提供了 Chromecast， 对，那他提供 Chromecast 不是免费送，就是需要写一些 Chromecast 上面的软体。那如果你写了软体和 Word， 你就可以得到两个 Chromecast， 真的太棒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把 ELACTW post 上 Chromecast。那现在有事件像这个样子的，有报道像这样子，那有直播，目前限 YouTube， 因为 Ustream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播都会 GG 这样，没办法逼大家在 Chromecast 上面装 VLC， 所以，那这是目前后端，就是它的 sender 端的界面，因为我不是界面工程师，我只会用这种 button 的，所以我需要征一个可以帮忙稍微把它美化一点点的人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有人 Android 很强的话，我今天打算要写他的 Android 的那个 client 端，可以让我问问题帮帮忙这样子。还有征求可以搞得定 Ustream 的人，因为 Ustream 不知道为什么他给 Apple 的 Streaming 就是用 Chromecast 都开不起来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做 MK802 或者是其他载体上面的 ELACTW 的 porting。如果各位有任何的 idea 的话，欢迎过来找我这样子，谢谢。